罗马书第一章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，论到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洁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我们从他受了恩典并使徒的职分，在列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顺服所信的道，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。我写信给凡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，愿恩典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第一，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，因你们所信的传遍了世界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，可以见证我常在我祷告中不住地提到你们，祈求之间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。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，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可以坚固，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的安慰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的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，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。无论是希腊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本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所做的像，庞服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爬物的样式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住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理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创造主，他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奸淫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论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窃窃私语的，背后中伤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被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解怨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犯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罗马书第二章。所以你这论断人的呀，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。你在甚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甚么事上定自己的罪，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我们却知犯这样事的人，神必照真理审判他。你这人啊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
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、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唯有好争便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。将患难、困苦嫁给一切作恶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外邦人，却将荣耀、尊贵、平安嫁给一切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外邦人。因为神不偏待人，凡律法以外犯了罪的，也必在律法外灭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原来在神面前，不是听律法的位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，看啊，你称为犹太人，又倚靠律法，且指着神夸口，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，就晓得神的旨意，也喜爱更美好的事，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，是黑暗中人的光，是愚人的导师，是婴孩的教师，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。你既是教导别人，还不教导自己吗？你讲说人不可偷窃，自己还偷窃吗？你说人不可奸淫，自己还奸淫吗？你厌恶偶像，自己还行亵渎的事吗？你指着律法夸口，自己倒犯律法，玷辱神吗？神的名在外邦人中，因你们受了亵渎，正如经上所记的。你若是守律法的，割礼固然与你有益；若是犯律法的，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。所以那未受割礼的，若遵守律法的义，他虽然未受割礼，岂不算是有割礼吗？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，若能全守律法，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？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真割礼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疑文。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罗马书第三章。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甚么长处？割礼有甚么益处呢？凡事大有好处，第一要紧的是因为神的圣言交托他们。即便有不信的，这有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神断乎不能。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，神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神施行报应，是他不义吗？神断乎不是。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呢？若神的真理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为甚么我还受审判，好像罪人呢？为甚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，这等人受咒诅是该当的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么？绝不是的。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毒蛇的毒液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他们所经过的路变形毁灭和苦难的事。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在神面前显为有罪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眼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
因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赦免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既是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用何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用信主之法。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助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？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？是的，也做外邦人的神。神既是一位，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位义，也要因信称那位受割礼的位义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神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罗马书第四章。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甚么呢？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。圣经上说甚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做工的得工价，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不敬虔之人为义的，神他的信就算为义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，他说的饶恕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如此看来，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？不也是加给那位受割礼的人吗？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，是怎么算的呢？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？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？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，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，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，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，使他们也算为义。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，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，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做的承受世界的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，信就归于虚空，应许也就废弃了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哪里没有律法，那里就没有过犯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是无变未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。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他在无可盼望的时候因信仍有盼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，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他的信心既不软弱，就不顾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总没有因着不信疑惑神所应许的，反倒信心坚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若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而得算为义之人写的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罗马书第五章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与神相贺，我们又靠他因信地进入现在我们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因我们还无力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好人死或者有敢做的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就在此将他的爱向我们显明了。
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愤怒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，得与神和好，既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蒙赎罪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想，只是过犯不如白白的恩赐，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白白的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，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？故此因一人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人的义行，白白的恩赐便临到众人，也就被称义的生命了。因一人的叛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律法本是外天的，教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永生。罗马书第六章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神断乎不许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如此多人受尽归入耶稣基督，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尽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同灾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同灾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着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，他活是像神活着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实在是死的，像神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神断乎不许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仆人，顺从谁就做谁的仆人吗？或做罪的仆人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仆人以致成义。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仆人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仆人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仆人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仆人以至于成圣。因为你们做罪之仆人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你们现今所看未羞耻的事，当日有甚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仆人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乃是永生。罗马书第七章，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
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着，她若嫁给别人，便叫淫妇；丈夫若死了，她就脱离了那律法，虽然嫁给别人，也不是淫妇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嫁给别人，就是嫁给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这样我们可说甚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神断乎不许。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谓罪。非律法说你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谓贪恋。然而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色欲在我里头发动。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，反倒叫我死，因为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迷惑我，并且杀了我。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神断乎不是。叫我死的乃是罪，但罪借助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，我自己不以为是，我所愿意的，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，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，只是行善之法我寻不住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罗马书第八章。所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灵行事的，就不定罪了。因为赐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灵的人身上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思想属乎肉体的事，随从灵的人思想属乎灵的事。以肉体为念就是死，以灵为意念乃是生命平安。因意念属乎肉体，就是与神为仇，都因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所以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乎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们里面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灵却因义而活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弟兄们，如此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女的灵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
灵与我们的心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一同的荣耀。我想现在的苦楚不配与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比较了。受造之物切切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然而他们仍有盼望，因为受造之物必得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他们，就是我们这有灵出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的。这儿女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的赎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现的盼望不是盼望，人所看见的何必再盼望呢？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照样我们的软弱也有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鉴察人心的晓得灵的意思，因为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我们晓得凡事都互相效力教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。既是这样，还有甚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凡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谁能定他的罪呢？有基督死了而且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的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罗马书第九章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，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从基督受咒诅，我也愿意。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女的名分，神的荣耀，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，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他是在一切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阿们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这就是说，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，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不但如此，还有利百家，既从一个人，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召人的主。神就对利百家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这样我们可说甚么呢？难道神有甚么不公义吗？神断乎没有。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因为圣经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全地。如此看来，
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这样，你必对我说，他为甚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，竟敢向神抢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甚么这样造我呢？陶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。这有甚么不可呢？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称他们为我的子民，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。从前在甚么地方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女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喊住说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，因为主要在世上速速完成他的功，叫他的功都成全，在公义中速速的完结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，若不是大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众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这样我们可说甚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但以色列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住律法的义。这是甚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却仿佛凭着律法的行为求，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。就如经上所记，看啊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罗马书第十章。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为以色列，要他们得救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主真之时，因为不知道神的义，想要立自己的义，就不服神的义了。律法的总结就是，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注意。摩西指着律法的义说，人若行那些事，就必因此活着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从天上领下基督来，谁要下到深渊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你若口里认主耶稣，心里信神已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圣经上说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平安的福音，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。但我说，人没有听见吗？诚然听见了，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，他们的言语传到世界的四极。我在说，以色列不知道吗？先有摩西说，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，我要用那无知的国触动你们的怒气。又有以赛亚放胆说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，没有求问我的，我向他们显现。至于以色列，他说，我整天向那叛逆顶嘴的百姓伸手，罗马书第十一章。我且说，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神断乎没有。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属便雅敏之派的。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。你们岂不晓得圣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？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说，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拆了你的祭坛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
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的向屈膝的。如今也是这样，照着拣选的恩典，还有所留的余数。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若是靠着行为，就不在乎恩典，不然行为就不是行为了。这是怎么样呢？以色列所求的，他们没有得住，唯有蒙拣选的人得住了，其余的就成了瞎眼的。如经上所记，神给他们打盹的灵，叫他们眼睛不能看见，耳朵不能听见，直到今日。大卫也说，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，变为基建，变为绊脚石，做他们的报应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，不得看见，愿他们的腰石常弯下。我且说，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？神断乎不是，反倒因他们的过失，救恩便临到外邦人，要激动他们发愤。若他们的过失为世上的富足，他们的衰减为外邦人的富足，何况他们的丰满呢？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，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尊我的职分为大，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，好救他们一些人。若他们被丢弃，世界就得与神和好，他们被收纳，岂不是死而复生吗？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，全团也就圣洁了。树根若是圣洁，树枝也就圣洁了。若有基根枝子被折下来，你这也橄榄枝的接在其中，一同的这橄榄根的肥枝，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。若是夸口，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，乃是根拖着你。你若说，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，不错。他们因为不信，所以被折下来，你因为信，所以立得住。你不可自高，反要惧怕。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，就当谨慎，免得他也不爱惜你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向你是有恩慈的。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，仍要被接上，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。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树上砍下来的，尚且逆着性的接在好橄榄树上，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？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有几分是瞎眼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个救主从锡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又说，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救主福音说，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，就着拣选说，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你们从前不信神，如今因他们的不信，你们倒蒙了连续。这样现在他们也是不信，叫他们及你们的连续也就蒙连续。因为神将众人都捐在不信之中，特意要连续众人。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啊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事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一切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罗马书第12章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谓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许多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，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，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
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爱弟兄要彼此亲爱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。殷勤不可懒惰，要灵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在盼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，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可要一味的款待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辅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正的事要留心去做。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，若渴了，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罗马书第13章，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所以抗拒掌权的，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咒诅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只要行善，你就可得他的称赞，因为他是神的执事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若作恶，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神的执事，是以烈怒施行报应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不但是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。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，因他们是神的差役，常常特管这事。故此凡人所当得的，就给他；当得粮的，给他纳粮；当得税的，给他上税；当惧怕的，惧怕他；当恭敬的，恭敬他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倒要彼此相爱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像那你不可奸淫，你不可杀人，你不可偷盗，你不可作假见证，你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邻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加害与邻居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再者，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，戴上光明的盔甲。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。不可放纵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争闹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罗马书第14章，信心软弱的，你们要接纳，却不要接纳生疑的辩论。有人信百物都可吃，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。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，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。你是谁，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他或站住，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，而且他也必得扶持，因为神能使他站住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，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。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，不守日的人是为主不守的，吃的人是为主吃的，因他感谢神；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，也感谢神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，是为主而活；若死了，是为主而死。所以，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因此，基督死了，又起来活了，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。你这个人，为甚么论断你兄弟呢？又为甚么轻看你兄弟呢？因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。经上写着，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诸蜥必向我跪拜，众蛇必向神承认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，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，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，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，在他就不洁净了。
你若因你的食物叫你兄弟忧愁，就不是按着爱心而行。基督已经替他死，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，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平安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在这几样上服侍，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，又为人所称许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造就的事，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。凡物固然洁净，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，就是他的罪了。无论是吃肉，是喝酒，是甚么别的事，叫兄弟绊倒，或得罪兄弟，或使兄弟软弱，一概不做才好。你有信心么？就当在神面前守住。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，就有福了。若有疑心而吃的，就被咒诅，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。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，罗马书第15章。如此，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我们个人务要叫邻居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被造就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如经上所记，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叫我们学习所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住盼望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，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我说耶稣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，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，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，如经上所记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承认你，歌颂你的名。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。又说外邦啊，你们当赞美主，众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。又有以赛亚说，将来有耶西的根，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，外邦人要信靠他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弟兄们，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，充足了诸般的知识，也能彼此劝诫。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，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，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，使我为外邦人做耶稣基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执事，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助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所以论到神的事，我因耶稣基督有可夸的，除了基督及我做的那些事，我甚么都不敢提，只提他及我言语作为，使外邦人顺服，用神迹奇事的能力，并神之灵的能力，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，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。我立了志向，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，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。我因这缘故多次被拦阻，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。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，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，相信从你们那里经过，得见你们，先与你们彼此交往，心里稍微满足，然后蒙你们送行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，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，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，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。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，就当把养身之物供给他们。所以等我办完了这事，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，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。我也确知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福音丰盛的恩典而去。弟兄们，我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又为灵的爱，现在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，叫我脱离在犹太不信的人，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，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，与你们同的畅快。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。
阿们。罗马书第十六章，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，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仆人，请你们为主接待她，合乎圣徒的体统。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，你们就帮助她，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，也帮助了我。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，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，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。不但我感谢他们，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，也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，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，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，又问玛利亚安，他为我们多受劳苦，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作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，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，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，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，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，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，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，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，又问我亲属西罗天安，问拿其树家在主里的人安，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父撒士安，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，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，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，又问亚逊奇土弗勒干黑马巴罗巴黑米，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，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姊妹同阿林巴，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，你们彼此务要以圣洁的亲嘴问安，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。弟兄们，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，我现在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，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只服侍自己的肚腹，用花言巧语迷惑那些愚蒙人的心。你们的顺服已经转于众人，所以我为你们欢喜，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，在恶上愚拙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，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，阿们。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，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体在主里面问你们安，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，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阔土问你们安，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阿们。如今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耶稣基督所讲的，并照奥秘的启示坚固你们的心，这奥秘自创世以来所隐藏的，现在却显明出来，而且按住永生神的命，借众先知的圣经指示列国的民，使他们顺服所信的道。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，阿们。